好的，观众朋友，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搏击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哇，他也是靠打拳来养活自己和改变。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不可能一辈子打比赛的，所以他有时候晚上两点还要去教这个，他也不会狮子大开口。所以我觉得他，哇哇哇，这个身体素质，他觉得之前他虽然技术提升了，但是呢，他身体素质这个变弱了，特别回到西安的老巢去训练。但是呢，顶不住，身体条件其实也很好，但是呢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觉得现在他属于那种越战越没有自信了，就越来越觉得这个自信心不足了。对，比赛结果，蓝方胜 ，winner。